啊，咱各位学员，大家阿曼，大家好。啊，我姓潘哈、哦。那么今天真欢迎大家哈，肯、哦、开这个时间，搁开金钱哈、哦，啊来遮上咱台湾民政府的法理研习班哈、哦。那么这真无简单，恁今仔来，我那算福运啦哈。有这个福运，你的亲戚朋友。我给你介绍，那么可能有的人会怀疑讲，啊，是安怎咱用一个政府的名称？好、哦，啊，确实，咱就是要替换即马目前咧管台湾这个中华民国政府，也有人讲国民政府，哦，国民党的政府。那么因为真侪代志拢是国民党甲咱骗的。所以咱今仔来遮咧讲的，是拢咧讲历史的真相。甲咱台湾人去哦，国民党哦，即69年来洗脑，甲咱头家下作的笨手，下作的毒素，咱来遮哦，想办法要甲清哦清去安尼啦吼。那么今仔天气特别冷吼，哦，所以即马这暖包吼，哎，大家爱开落吼，开落保温。好，莫要关掉。今仔真冷呢，有人有分啦吼。好，那有缘来使哦。那双胞胎分三个好哩。那么今仔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叫做《台湾国际地位》哦，要有正常化。为这个题目，哦，你就看得出咱台湾无正常，对不对？那么无正常，变好正常。就是爱为咱个人开始，甲国民党甲咱下伫头壳内底即个毒素，爱甲清互出来，啊无咱绝对咱台湾无法度正常。69年来，逐天用电视媒体报纸甲恁甲咱咧讲一寡白贼吼，巩固咱家己人拢，咱台湾人拢相信啊，白贼的话煞当作真理。中华民国。流亡走来伫台湾，69年后，咱台湾人一半以上却认同中华民国叫做我国，哇，这代志大条，咱是大日本国，哈，莫要骗你。那么我今麦来就叫咱这个题目哈，我所做的这个简报系统哈，来向各位报告。来，首先咱来看讲。法律上，台湾的地位哈，国际地位、近代主权地位的变化，来做简单的小概哈。在1895年哈，日本天皇依据《下关条约》，咱过去拢有加讲叫做《马关条约》，我其实爱下关较对。想到讲下关，所有的大部分的国际条约，拢伊伫遐签迄个地点。来叫做一个什么条约？比如1952年生效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哦，就是伫美国的旧金山签的。那么1985年，就是日本的下关这个所在签一个下关条约。日本天皇为大清皇帝出的台湾甲澎湖，啊，这是一个国际条约，大清帝国跟大日本帝国所签的。好，过来。1952年，日本政府依旧《金山合约》放弃台湾跟澎湖的管辖治理权，但是主权还佫伫日本天皇手里。好，那么接我就简单解释一下，讲管辖权跟主权要安怎分别？哦，简单你来讲，佮分一个叫做地上权。哦，比如讲，你有一块土地。哦，你有一家地，啊，我来给你租，你一年要租10万，我给你租5年，我付50万给你，啊，签一个合约，伫签合约生效迄天开始，你就是放弃你的土地地上管辖治理权。那么我潘良华伫顶关要种啥物水果、山啊、莲藕、木瓜、香蕉，在我种。你袂使甲我管，袂使甲我限制。但是5年到你若无爱做我的事，
你就收回管辖治理权。好、哦，而且我跟你做迄个中间，是不是无办过户？所有权人嘛是要你的名，对不对？但是你做我迄五年，你就是放弃管辖治理权。好、哦，安尼了解了哈、哦。所以虽然日本天皇啊、哦、发动伊的首相发动太平洋战争，但是战后根据旧金山和平条，日本政府敢那放弃管辖治理权，因为日本政府无主权，所以伊无可能放弃主权，所以这个主权还佫伫日本天皇手里。哈、哦，好，过来。那么目前台湾甲朋友还佫伫旧金山和平条内底所讲的，主要占领全国美国的军事占领中。那么即马依据台湾关系法委托台湾治理当局，就是较早的中华民国。这台湾关系法就是因为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了，因为参众议员关进去，哦，定一个国内法叫做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台湾治理当局，就是以前的中华民国，暂时继续代理来管咱台湾甲澎湖。好，好，过来咱来看咱台湾的作者问题。首先咱来看讲，到底咱是虾米人？真侪人还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好、哦。你若无了解你家己的身份，咱真侪台湾人认错做老爸。哦，就咱秘书长拄仔讲的，自认为咱的祖先是中国来，好、哦，讲唐山过台湾，好、哦，心肝结归完，好、哦。讲咱的祖先拢汉人，哦，这天大的错误。好，咱先来了解台湾，我甲分作两大族群啊、哦，一个住伫西部海岸，这个浅黄色、黄绿色，这个叫做拢住伫较平的平原的所在，叫做平埔族。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土黄色。拢伫中央山脉以东遮，这个叫做高沙原住民族。台湾有这两个大族，一个住伫较关山，一个住伫较平地，这两大族。啊，其实这两大族下骹阁分作一族。吼、哦，咱首先咱来看，咱大部分拢是平埔族较侪啦，吼、哦。来，平埔族毛十族咧，吼、哦。啊，对十族咱来看，好、哦、来，宜兰遮有一个。克马兰族，哦，你若为台北要坐去宜兰，哦，有一个克马兰客运哈，迄、哦、就是咧纪念克马兰族，这个平埔族。过来台北地区有一个凯达格兰族哈，哦這个凯达格兰族，就是阿扁啊，两千年选了总统了，把总统府头前迄条介绍路甲改做凯达格兰大道，好无？哦，迄就是咧纪念台北地区的凯达格兰族。哦、你若民进党咧办游行，要抗议，拢会走去凯达格兰大道集合，对吧？过来就咱桃竹苗地区，才有一个道卡斯族，啊、哦，这桃竹苗。那么中部哦，才有三个族，哦，彰化、台中、南投，好、哦，啊，加一部分的苗栗，才有三族，一个巴子海族啦，哈、哦，啊，一个曼布萨，啊，一个帕普拉。这三族在这个中部这里活动，那么分林甲嘉义，才有一个红安雅族，哈、哦，红安雅族。那么上大族一族在安平地区、台南地区，哈、哦，这里叫做西拉雅族，西拉雅。那么其实高屏地区也有一个西拉雅的支族，啊、哦，叫做马卡道族，啊、哦，这族在这还无标出来。那么因为我就是我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哈、哦。那么这族真少人来讲，所以这张图内底也无标示出来。啊，其实这个谢长廷哦，选择高雄市市长了，伊为着要纪念阮这个族，所以有伫这个纵贯铁路的边啊哈，有开一条路，甲叫做马卡道路哇，马卡道纪念阮马卡道族。这个中观这个铁路在走，哦，开这条纪念阮这个族。
所以你若要记这个玛卡道主，我若跟你讲，免怎记，足简单，你一定记得掉。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好、哦，火车若来包弄就死啊！哦，即摆讲了马英九，那咧小跟马英九吼，敢那全民运动，我来讲一个故事。马英九咪做个笼子底，好就该去一个养殖户饲猪个，还有饲一寡鸡啊、鸭啊，饲一寡狗啊，咧顾伊迄个农场，吼，啊，伫迄个养殖场去笼子底。啊，天光起来吼，啊，马英九就要求讲农场主人讲啊，你带我来参观恁个农场，吼啊，啊，主人你行头前。把我們帶就對了，把我們帶路這樣參觀，那主人很客氣，報告總統，你走頭前啦，因為我吼，我都比較慣是走在前生後面，那就飼豬飼鴨，都常在趕豬仔，趕鴨，我說，剛才買鷹狗都前生，現在參觀了中道我那煮一道竹茄炒，请慢久哈，啊又家己有饲个土鸡啊吼，无煮抗生素个吼，啊就炖一只鸡啊吼，炖甲软软，啊即嘛慢久硬起来，硬落去鸡脚，啊中国人吼做个用迄个生活的文字游戏哦，鸡脚就鸡脚，伊就讲哦这个凤爪吼，就讲凤爪吼，听个做好听，硬也撇来顶管，啊就讲硬。那鸡鸡卡贝尔，那个主人家啊，主人，那这个凤爪好吃呢，你吃给你。那主人说，报告总统，我们不咧，我们不咧吃鸡卡啦，我弄老高价啦，很高。完了，这主人都讲惯习啊，伊无，伊唔是无，这没有恶意啦哈，啊，但是引述的人讲还是大家笑到变过哈。啊，这马甲道路你也记好起来吼。好，好，啊，这张图就较新啊吼，你看，这张图的平埔族、马甲道族都标起来有无？那么其实西拉雅族的边，西拉雅族有一个支族伫这个小林村路啊，2009年这个八月七莫拉克风灾灭村迄、那个有无？小林村，迄座叫做大满族啦，就是原来。因为语言，哦，大部分拢跟西拉雅拢同款。啊，我们那个马卡道嘛，是真侪拢跟这个西拉雅吼，拢会通的吼。啊，所以大满族的村，因差不多600人吼，四五百几个村，五十几个留落来吼。啊，这个小林村拢每一年拢办业绩，平埔族业绩。哦，那么台南。啊，嘛有一个马卡道公园，就这个，敢那新华佮较入去边遐吼。好，啊，你来看这个东平这个原住民族哦，都足侪啊。哦，泰鲁格族、萨克拉雅哈、阿美族、卑南族、卢凯族、达悟族吧哈、啊，啊，这布农族哈、周族，啊，应该嘛，佮一个阿里山的少族。少族即卖人口计足少个吼，啊泰雅族吼，咱新竹吼，啊甲宜兰吼，即个中央山脉遮真侪是迄个泰雅族个吼。OK， 啊即你甲看，咱台湾敢那即个岛遮细个吼，都二十几族伫遮咧运作吼。来，好，迄部我着要转画面啦吼。那么你是不是平埔族有一挂特征？吼，一定来确认的，就讲你那个手弯起来，你的手弯只有一条横沟哈，有立一耳哈，啊，迄个平埔族的特征之一。啊，有的倒手，有的正手哈。啊，你那有的较胖吼，伊肩胛无顺，那就袂无准绳哦哈。啊，有的较大块，颔棍跟几啊抓。主要是看这个，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讲你的脚尖脚，袂知啊吼，详细记起，
你若必顺的，迄样那是。哦，过来咱秘书长讲的，嫁娶习俗无顾坐大位，哦，这样那是。哦，这样那一个特征。过来，平埔族的女孩子，你若怀孕生囝，啊，未来拢会食麻油鸡酒吧？我们吃麻油鸡酒，迄样那是平埔族的风俗哈。真济啦吼，你伫位遮会当找着讲啊。咱原来是平埔族的后裔，好，啊，过来，咱来讨论讲，那么是安怎咱会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啊，咱比如拄好讲，1946年1月12日，用行政命令截参至0129号，用一个行政命令，就把咱所有的台湾人的国籍拢变更。啊，这是违反国际战争法。这美国甲英国因的外交部门拢随发电文向中华民国抗议，讲台湾甲澎湖拢还未经过和平条约确认处理的方式，啊，你袂将袂你就甲人个国籍变更哈？迄，那个行政命令是无人，算美国甲英国这大国家拢无像。那么，较有法律文件的，就是1952年日华台北合约，日本跟中华民国伫台北签一个台北合约。那么伊内底第十条就讲哈，这个就这个就较有法律的效益哈。你这迄阵中华民国阿伯，算美国要搁加承认，要搁一滴中华民国要是联合国的成员哈。第十条讲。本约人中华民国国民应视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以实行或将来可能实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甲澎湖居民及前属台湾甲澎湖之居民甲伊的后代，吼、哦，啊，你甲想，嘿，甲奇怪。这就已经讲一个台湾甲澎湖，啊，再佫讲一个台湾澎湖，再佫一个即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哦，这哎，讲到遮济，其实重点即个，咱就是日本人的后代啦，啊，大日本帝国台湾人的后代。即个咧讲个，啊，即个甲你讲视为，哇，咱许视为中华民国国民，那么。你捌听过马英九迄阵做台北市长，咧甲原住民讲哦，我把你们当人看，有无？我还要把你们再教育，有无？有捌听？有嘛吼？啊，我把你当人看，其实伊心内是讲，啊，你都毋是人，我暂时甲你当作人看。啊，你都毋是中国人，恁遮台湾人，我暂时甲你当作中国人来甲你管理。哦，所以咱是暂时被视为。其实咱唔是哦，哈，所以有只就看到，这是一个国际条约所讲的，用这个思维，唔是啦，哈，咱唔是中国人，哈。好，那么是安那，咱台湾人会变作无国籍？头拄啊，迄暂时摕着中华民国国籍嘛，哈，被思维。啊，这观念就是讲，1952年年初《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前。日本的法院就取消台湾人的日本国的国籍啊，但是头拄仔签的这个日华台北合约，伫1972年失效，那1972年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去跟阿公啊建交，哈，伫安尼情况，迄个头拄仔1952年。咱阁倒转来看啊，1952年所签这个日华台北合约，准来失效，因为已经跟中华民国断交，早已跟阿强啊建交，好，所以咱本来被视为这中华民国国籍都准判去啊，好，啊日本的国籍，搁伫旧金山合约1952年年初失效嘛，甲取消。哦，以后日本的法律把咱取消，
所以咱日本国国籍也无，中华民国国籍也无，所以咱就变无国籍。这就是2006年十月二日，咱秘书长去控告美国，啊，美国的地方法院，联邦的地方法院判台湾人无国籍，就是为这两条哦的原因哈、哦，所以台湾人无国籍。那么到底咱台湾人的潜在国籍伫底？要安怎恢复？咱就是大日本帝国台湾人的国籍，哈、哦。啊，要安怎恢复？咱来学这个琉球反乱模式，哈、哦。台湾甲琉球拢由美军占领，哈、哦。琉球1945年4月7日，太平洋的这个舰队总司令叫做尼米兹上将。率领伊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伊迄阵实施跳岛战术，吼、哦，甲菲律宾占领了，发现讲哦，菲律宾敢若日本军吼，都足歹战啊，吼、哦。因为菲律宾大部分较早美军占领过嘛，吼、哦。菲律宾是美国跟西班牙战争，吼、哦，西班牙投降了，割让这个菲律宾出来。啊！美国底下管菲律宾吼，我那管几啊十年。那么菲律宾大部分要支持美军，但是伊若要来打台湾，哦，问题大。规个台湾拢日本人，哦，包括日本本土派来这军公告人员。那么迄阵的台湾有600几万人，这600几万的日本人。美国若要攻打这，真忝，因为迄阵日本嘛为中国东北调上用的上高小阵的关东军入来守台湾，所以迄阵因美国发现讲，若要拍台湾，爱西藏的美军规矩卖拍，跳过台湾准去拍琉球，所以琉球还两个月就迄个美军占领。那么琉球迄个美军占领了，因去琉球美国嘛设美国的琉球军政府。那么迄阵的琉球人，若要返去这个日本本土，就是四大岛，这个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吼、哦，爱向美国的军政府申请旅行证件，因并境外变成日本的境外，所以爱摕旅行证件，袂使摕日本的这个证件，较早的证件袂用的，爱摕美国军政府发的证件。旅行证件才能去东京，好比讲你读册也是做生意。那么一直到1970年，根据琉球反乱协定，就是1969年日本政府迄阵因复兴足紧的，因迄阵免负担啥物军费，所以请全国的力量都去发展高科技的产品，吼，录音机啦，啊，手提音响有无？卡面啦，手表啊，包括。日本的迄个石英表有无？较早瑞士的那什么劳力士哦，贵重重，一个石英表出来比迄个劳力士佫较准吼，佫一粒电池会当用5吨，唔免劳力士你若挂一工无挂，无准迄个发条就停去啊。迄阵瑞士做个钟表公司讲要倒，吼，就是迄个日本发明这个石英表。第二就日本人有钱了，就要求。美国跟美国政府来协商，讲我爱付偌济代价，赔你偌济钱，你才要甲琉球还给我。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啊，日本人都有钱啊，这条钱交了，因准签一个琉球反乱协定。根据这个琉球反乱协定，伫1972年5月15日，这个尼克森政府就甲琉球，包括尖阁群岛，就是。中国人咧讲的钓鱼台，拢还给日本啊。所以钓鱼台是日本的，哦、有人讲，那钓鱼台唔是咱台湾的，无唔对。钓鱼台咱台湾的无唔对，因为迄阵，迄、那个钓鱼台是属桃城吼，诶、哦、行政区，宜兰的桃城。啊，你莫白记，钓鱼台属。桃城，桃城属宜兰，日本时代宜兰厅，宜兰厅属台北酒馆的，台北酒就包括哦，台北酒是属台湾嘛，
台湾岛本岛嘛。台湾岛迄阵是日本天皇的啊，安尼你看钓台是毋是日本天皇的？是毋是日本的？对嘛？钓一台台湾的，台湾日本天皇的，安尼钓一台算毋是日本的？绝对毋是中华民国，嘛毋是阿强啊！好、哦，咱没有骗你好、哦，所以根据这个琉球法案决定，琉球人等于大日本国啊、哦。那么当然，因自动的恢复日本国籍啊。所以咱嘛是爱将来，咱来依据这个琉球法案模式来定一个台湾返还模式啊、哦，请咱的母国日本政府去跟美国政府协商。爱背我的战争债，我即马咧讲个叫做战争债。咱的战争债，台湾甲平和战争债还袂行，所以阿无、啊、我都等伊，等伊日本国。当时咱日本皇军发动这个珍珠港奇袭，吼、哦，你爱讲奇袭，唔是偷袭啦，吼、哦。战争当然有一寡。计谋嘛，我当然是趁其不备，哈、哦，去给你偷袭嘛。啊，但是首先有发电报，和美国住在日本政府派驻在哎华盛顿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大使馆，那大使馆来转接这个宣战书了。啊，但是有时差，哈、哦，所以有晚一点钟才发布，因为一点钟前珍珠港已经日本军在给轰炸。所以，包括迄阵为咱高滨地区的机场，咱迄个日本的临时战斗机有无？飞去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啊，伫马尼拉边啊只。迄个迄阵呢，麦克阿瑟伫遐做总司令，把伊的空军迄个机场遐飞行机拢炸歹，大部分飞行机又炸歹了，即、這个。制空权的又一本退掉，麦克阿瑟就失去制空权，伊就知影伊惨嘛，因为伊无法度派飞行机保护伊遐军舰，所以美国的军舰煞变乎咱的临时战斗机一直咧个轰炸咧个扫射，所以差不多三四个月，麦克阿瑟规个菲律宾叛军，包括咱迄阵的高沙义勇军嘛，为台湾派去，迄阵美军有一个野区，哦，差不多。伊三面是面海，吼、哦，啊后壁有关山。美国认为讲无可能为后壁来甲攻击，所以布防拢向外靠这个海岸线这边。无想过咱的高沙义勇军真正背位迄个后壁山落来，迄个奇袭，规个美国的防线拢乱去，所以真紧到迄两万几个吼，又、哦、日本皇军甲掠起来。啊，这是咱高沙义勇军，因咧爬山，伫山内吼。哦咧战争吼，会使讲如入无人之地，因咧行路阁无声，暗时啊行路无声，因为习惯免啦，因伫山顶爱靠捕猎哈，唔靠一寡肉类的来源，所以因要掠动物嘛是拢行路无声，包括要抬要除草吼拢无声。所以日本军迄阵牡丹社事件吼，日本人会惊着哈，啊。题外话哈，来，所以咱来根据琉球法案模式哈，完了，爱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协商，爱赔我的战争债，甲补偿美国，美国较要放台湾甲平和，好，当来大日本国。好，那么国籍有分属地主义甲属人主义，属地主义就是欧美先进的国家，大部分采用属地主义，就是你这个富人人若怀孕。在这个国家所生啦，比如在美国生啦，就这个囡仔自然摕到美国国籍。啊，是伫美国的飞行机顶，我迄只飞行机不能要搁伫亚洲咧飞，但是伫美国飞行机顶啊生囡仔落来，迄、那个小孩子就是自然摕到美国籍，啊是船啊，吼、哦，迄游轮有啊，哈，那生拢是算美国籍。啊，美国你呐属地主义有一个好处，你伫咧土地生落来，取得迄个国家的国籍。将来你大汉了，你自然来爱你迄个国家。哦，你袂去承担一寡有毒的啦、有污染的这物件来伤害你迄、那个你所出世的这个国家的土地，吼、哦，还是空
污染这个空气，所以你的保护环境连要扯一张大张纸啊都舍不得扯哈，因为有迄个观念哈。那么属人主义的较属东方，迄个汉民族，迄个中国思想、儒家思想、父权思想，所污染的在东方的国家拢用属人主义，就像那中国人、华人。伊到全世界人拢会排华，就是因刷去到迄个所在，拢讲要阁引起华人的后代，华裔啊，未落地生根，讲准迄个所在安尼一定跟当地的人融合在一起。你讲像早期美国咧开发大西部，需要开铁路、开公路，啊为福建、广东。请做者华工去遐做工，啊，铁路、公路一寡基本建设好了，因中国人留落来，拢集中在一个地区，叫做 China Town 或者唐人街吧。啊，所谓的 China Town 就是当地迄个所在最落后、最贫穷、治安上歹一个地区啦。好，啊，因较自私自利，然后一部分的华人赚着钱，特别甲遮钱要。提等于因的故乡广东啊，也是这个福建要起大厝，要光宗耀祖，未过投资伫东美国东地落去，大下落地生根，造福当地的就业也是好创啥。所以外国人到尾来看因中国人无去，就是未进步啊，个主输阮兜好得啊，好阮兜清气得啊，啊外口当个专本子。因为中国嫁落来的人，不用开车，开好车，无论是变做 BMW， 啊，看车开足好个，但是开车品行歹，乌白超车，乌白自打把，乌白当粪扫，车来改清洁，但是食这物件粪扫就等于我做。我第一届还有差不多35年前，第一届去日本，你比较东京的都市，啊，都足奇怪，好像少了一个什么东西。35年前，台湾人咧开车吼，敢那伊老大，叭叭叭，啊到十字路口，叭讲伊要先过安尼啦，啊所以足差，叭遐咧叭遐咧叭，足差。我去日本拢无听到喇叭声，拄开始想无得知，唔知欠啥，尾下到我想，哦，日本人35年前因都无咧饲喇叭。过来，咱来看咱的台湾人的血统。有一句话，大家听了足习惯了。有登山讲无登山嘛，哦，你听起来敢那对哈？其实这句话，哦，含有玄机哈，也有唔对的所在。有登山讲无登山嘛，这是因为明政时期哈，郑成功要反清复明，啊，所以施琅叛变了，清军来甲郑成功的这个。朝代给他消灭掉，然后颁布一个禁海令，就是那无大大清的公文公帖，将靠这个公文准你来台湾，你拢袂使来台湾。迄、那个禁海令禁了到底，中国人汉人要来台湾的几率足少的，好、哦，而且那要来，你个想啥物原因来？作奸犯科嘛。啊，无欠人花钱，无那边嘛，走路的嘛，跋筊跋珠筊，无钱，爱走路的吼。所以，迄阵有法度来，查甫较侪登山讲，阿妈无来呢，大清开始就叫人爱拔脚有无？啊，女孩子迄阵的体能也较歹，吼。所以你若要过来台湾，差不多拢是查甫，所以较有一句话讲，有登山讲无登山嘛。但是你会记讲，那么台湾阿公敢拢死了了，无可能嘛？哦，中国人来，走路来，这登山公足少的。啊，伫台湾大部分女孩子，拢嘛含咱本土的台湾阿公、哦、结婚的嘛。哦，好，过来咱来看登山公来台湾，十个来六个死哦。三楼一回头，三个来到台湾留落来，
一个搁看来遮水土不服，还是看看无好练吼，就搁转去中国，转去因台清吼。所以，当初讲来台湾，好不容易有走路来台湾的，想讲台湾看有人啊，较好趁食无来，先来六个死，就是台湾黑业，风险足大，啊水流足惨啦。啊，迄阵呢，台清迄阵的船啊拢细只，未堪得大个风险，有只一个大个涌浪来吼，规只船变形，规船人死了了。安尼，因那要来嘛，爱上少三只、五只安尼结队，互相照应来吼、哦。啊，真侪台清的人毋捌坐过船，一上船，干那安尼摇着，行船就吐啊，吐食袂落，吐甲胆汁拢吐出来，有时啊脱水就死啊，吼、哦，破病就死啊。啊，食船顶无新鲜的水，有时啊食着漏屎啊，漏屎脱水就死啊。所以十个。就准定了死啊！到台湾拢第一个代志要做啥？想要把这些死的人爱先伫海滩边啊，爱抬开。啊，所以呐，我即只船啊，若抬好啊，我问伊只：啊，你台湾袂？啊，你台湾袂？听讲台湾的地名安尼来啊？台湾，你台湾袂？啊、所以你还想，这死亡率这么高，吼、哦，而且这三个留落来，敢真系活落来？这所谓登山讲困难的，吼、哦，咱来看这个牡丹虾事件，吼、哦，这1874年，吼、哦，迄阵就是琉球宫古岛的一只渔船，哈、哦，啊，伫台东的外海触礁，吼、哦，发生船难，啊，有50几个船员登陆起来。啊，因为国会，所以有南台湾族的高沙原住民族台死，所以剩12个迄个平埔族吼，这个保利村的村民啊，火葬去红山府城，啊，转送等于日本，日本的外交部门就发文给台清政府讲，是安怎恁的台湾的居民？台湾一挂渔民啊呢，台清甲回讲，我爱防用白话文讲，爱防山以辽哈以南呐、啊、哈，为生番之地，好、哦、非我所管辖的对吧？生番之地就是讲，迄拢唔是我咧管的。啊，迄阵你会记台清伫燕山，这个平地甲要去你关山这个。交界线拢会设人质关有无？就是你平地人来到山卡到遮，就袂使搁入去啊。搁入去，你若迄个高山原住民族除草台死，台清无甲你负责任，好，所以有迄个人质关哈。迄阵，这个日本政府接到伊个回台清个回文了，讲好啊，若毋是你个管辖个吼，迄种化外之地，安尼我要。出兵一个讨伐，台清个回文讲，伐与不伐由贵国制裁之。你要伊个处罚无？恁家己决定得啊。意思跟我台清无关的啊。所以日本迄阵拄啊明治维新，去欧洲哈，去英国买一挂新的军舰，啊去德国学一挂陆军作战的这个技术哈，啊落来找无所在通啊。练兵呢，我迄阵就派来，派3000个，吼、哦。那么一个来抗战呢，高沙的南台湾族建立到的，伫这个石门谷战场的接触的战啊。当然日本的设备较好啊，因正规军啊，有步枪啊，有山炮啊，佮有军衣啊，吼、哦。但是咱的高沙嘛足用的，但是。这个设备较歹，伊敢若有单发的猎枪，啊有长矛、弓箭安尼，啊嘛堪比增加。这两个世代的迄、那个等于一个古早时代的武器，堪啊第会使讲第一代堪第二代无同代，差一代咧小战。但是日时啊，日本军赢，到暗时啊，换咱
南台湾族的这个高沙军的赢，因为奇袭，惊到无声，用游击战潜伏来到你的身躯边，抬起抬了佫走，所以尾仔日本军，敢若敢只是啊，堪伊渐渐的渐到因的村庄，迄阵村庄拢草地较侪的茶侪的茅草屋，放火甲你烧酒，规个砖头烧烧掉，赶紧来撤退出来。啊！无你暗要带保死的，啊！所以伫安尼情况，到尾因伫遐拉锯战，伫遐拉锯要两个月时间吼，到尾日本军哦，愈死愈侪人，啥物原因？来台湾了，因为日本因那算寒带国家，来到咱恒春迄个所在是热带雨林的所在，不止西北国黑一个来做大船呢。那么寒，那么热，那么压到规身躯澹漉，暗时啊哩，就落山风冷叽叽啊，拢着伤寒，着酷热啦，着马拉利亚，吼、哦，啊水土不食即无清气嘛，因为你煮起来物件，那许冷气，火尘满世界来甲你沾，哎火尘都四界去腐蚀遐沾沾的，佫来甲你沾你的便当哦，你食着老塞啊，啊早期无甚物。好的老塞油啊，拢你着脱水就死啊！所以到尾日本军真正烧尽死个，还无五六十个，破病死个五六百个，吼、哦、啊！这三千个都死五六百个去啊！破病，这损失惨重吼、哦！啊，所以你讲，人日本有军医队来，都死伤遐重啊！啊，你家己逃走来，这三个留落来台湾，敢活落去？困难，上去存活一个，所以唐山讲足少的啦。你无叫伊讲，咱的血内底拢，咱的血统拢，唐山拢中国汉人的血统，大错特错。咱去用骗，你头九年咱拢骗哈。有者来讲，咱就知影讲，唐山讲足少，而且你还会记咱迄阵台湾是母系社会啊。好，啥物叫母系社会？等于妈妈做户长啊，做家长啦、啊。妈妈的家庭有花号司令权，财务啊，伊咧管，人事嘛，伊咧管的对吧？而且你会记，咱较早常听讲牵手，牵手，到即嘛拢在讲牵手，哇！你唔好误会，讲牵手是讲咧讲女孩子，讲查甫牵因某，好啊，即阮牵呢，阮牵手。那以前唔是咧，以前咧讲牵手是讲女孩子主动。看这查甫烟头，体格够好，去牵查甫的手。啊，你佫有一句话叫做“招翁无”，招一个烟头上倒来做晚翁。好、哦，牵手招翁，这是女孩子主动，哦，迄种女孩子的权力较悬、啊。所以，咱无话讲哦，牵手招翁是查甫，唔是是查甫主动哈。哦唔是查甫主动，好。啊，你讲咱个母系社会女孩子会去牵一个登山公来做翁吗？登山来，因为啥物原因真困难？因为登山人来台湾，总共有活落来，伊是空手来，伊就是走路来无钱嘛。来台湾第一年有工做工，无工要创啥？做乞食。啊，暗时啊要困底，困庙师啊，困庙宇啊，爱庙宇壁是毋是拢画迄个图案？有真侪拢画十八罗汉，有无？所以困伫壁甲十八罗汉的下骹，所以讲人拢号做罗汉骹，捌听过？罗汉骹的意思就是乞食的意思啦，啊，就是居无定所，暗时啊无底困底，困庙宇的迄个十八罗汉下骹叫做罗汉骹，啊，咱一个。有主导权、高高在上的女孩子，会去招迄个牵伊的手做翁吗？困难。所以汉人的血统要带咱台湾足少的。比如讲迄个吼，迄查甫汉人真啊足缘投，生甲像刘德华，还是金城武，吼安尼。咱的台湾女孩子都讲，啊老娘都有钱，敢若欠一个缘投上啦，啊牵你的手招伊来当个做阮翁，啊甲洗好清洁。买新衫好穿，可以人模人样。但是牵手
就一顿啊遮安，这女孩子，你不要说，刚才讲试婚呐哈，弃婚，不弃婚嘛怪怪哦，都反正那顿来厝啊，发现哎，一两个啊，感觉嗯，表现也无所想遐好个时吼，这女孩子一定做一个动作，就等这男孩子出门，伊一定把这男孩子这登山工。登山来的男孩子，家当收收的，用草席啊，还是用被单包的，甲担到门口。等那男子做工过回来，看伊家当用放在门口，伊就知影啥物，他被羞辱了。哦，在摸嘞，去包摸嘞，过来困落岸，落岸的下骹，过来困袂有啊。好，所以为遮来看，登山人要带汉人，要留基因带台湾足少。所以，好来讲，清朝将咱台湾人满化，包括语言，哦，包括数官、数者、数族，基本就是讲，大清，伊依循当时郑成功，郑成功伊要来打台湾的时，伊伫。闽南地区哈，福建简称闽嘛。闽南地区就是漳州、泉州、厦门、金门，伊伫这个所在招兵买马，哦，啊，然后伫金门的廖罗湾誓师，所以来打台湾的迄个安平，哈，伊把荷兰人赶走。啊，迄阵的军书叫做陈永华，那么陈永华伫安平家。把荷兰人赶走了，拢起一间孔庙，叫做全台所学，有无？啊，大台湾人应该知影，哦，孔庙，迄个叫做台湾第一间的孔庙，所以叫做全台所学。伊底下用闽南语咧教《四书五经》《论语》哈，啊，所以闽南语伫安平地区合作官方语言，啊，所以这个闽南语有迄个时阵，郑成功时阵引入台湾了。台湾人嘛会想要上进，就会学这个外来政权的语言，因为你若会晓，你会当做通译官，甲平埔族、西拉雅族的语言翻译做汉文、闽南语，还是用闽南语翻来教平埔族的这些西拉雅族的人。啊，所以这个民政也能甲你升做一个翻译官啊，啥，互你较好待遇，都像咱只嘛。台湾，迄个日本人管，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拢学日语，所以我爸爸妈妈因的同学来相对，拢嘛日语啦啦叫，吼、哦。啊，换国民政府来，换叫咱学北京话，所以咱即马大家少年到哦六七十岁，大家北京语拢嘛写写叫，哦，这就外来强势的一个文化，吼、哦。所以主人。闽南语会变作伫目前伫台湾，已经要400年啊，380几年啊。一个语言若要甲你改变，差不多20冬，一代就会当甲你改变啊。日本人来台湾50冬了，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日语都拢写写去啊。中国人来了，为小学了，为幼稚园，包括即卖囡仔有无？幼稚园就看幼幼台，拢北京语的，无台语的幼幼台啦，吼。所以主人，咱的囡仔，即马所谓闽南语的讲袂认得啊。闽南语煞变台湾最多族群咧用的语言哈，语言咱要改变哈。照讲占领袂使移转主权，包括嘛袂使变更语言，哈嘛袂使个咧变更国籍，这种违反国际战争法。佮清朝佮咱属官哦，就头拄我讲的，你呐也要做统一。你就我就树立官，包括树姓，哦，像我的姓就姓，我的姓嘛是树的，就是台清的官员来台湾视察，啊，地方官啊陪同，啊，伊到阮的部落，啊，你问讲，啊，这些人拢，这部落人拢姓啥？这个地方官啊，讲无呢，你拢无姓呢，啊，台清的官员从树姓好玩。因为阮的祖先拢较爱清气，爱住伫溪边、河边，要洗身躯、要洗
啥较方便？我讲输啊，啊，这住伫水边的番，我的判就是安尼来啊。吼、哦，啊，这台中这个公安算有学问啊，迄判袂歹啊。你啊看，有水，下骹是毋有一个田？有水有田，你甲布丢啊落，就发米吼，顶、哦、管发米有无？有水有田有发米，顶管佫一撇。漂泊的台湾人，吼、哦，好安尼，好，就我也生安尼来，吼、哦，那树我生哦，佮树作破坏湾呢，哦，我差不多十八九岁，迄阵我阿公就有去做一个族谱回来，我看潘氏的宗族这个族谱，啊，我现在我那些我第一看到。公馆的祖先来自福建省，安尼尔啦。后壁也无讲对一个县、对一个市啊、对一个庄头，拢无。我就知影啊，这骗人啊！啊，我福建省偌大，因为我1990年我去中国佚佗的时，因这个县，坐车过迄个县，这个县的语言跟隔壁县语言就袂通啊呢，讲无同款的方言啊呢。所以，你讲台湾吼、哦，有偌济中国人的基因留落来台湾少，因为语言不通就是足大的隔阂啊，吼、哦，所以交通佫无方便。佮我，好，咪佮查你啊，无我时间今日无够吼。那么日本时代嘛，甲咱台湾人皇民化吼、哦，所以这个族谱真侪拢假啦吼、哦，包括社长电工去。找因的祖先，啊，食当着迄个凯达格兰族，你甲看迄个面型，啊边啊就是希腊雅族的吼、哦，看伊的肤色，哦，讲到肤色，比如讲，那平埔族的肤色啊，像我即款人啦，足好认的，有平埔族足明显的，第一轮廓吼，足深的，啊是双眼皮，啊皮肤吼、哦，像我即样的，乌无乌人遐乌，白无白人遐白。那行的，像我超会打十一分色这款的，我这些个吼，这款是平埔族的特征之一啦哈。好，那么咱来看，战败国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嘛，保存本土台湾人有85%原住民的血统。我较用原住民，我较不爱用原住民。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原来的主人哈，你莫别记。好，好，咱来看战败国荷兰，荷兰伊有地前公赶走。迄两千几个赶走，所以无留偌济基因的荷兰的基因留伫台湾。后来换政治王朝，哦，二十几年啊，荷兰人伫台湾到38年，政治王朝到22年，啊，伊迄个大清赶走，所以政治王朝留落来基因嘛少。迄阵政治王朝迄个大清台死的台死，剩的俘虏掠掠，拢甲遣送等于大清，伊无爱留大家。予你去做大，搁含平埔族夹杂做一个，讲要搁反清复明，所以拢规拢迁徙转。好，所以包括连骨头挖转哟。大清的遐官，遐官员搁发动讲叫伊遐军去找大清讲伊遐大将军啊，哦，遐大官的墓，拢搁甲挖开，骨头拢收收捡捡起来。伊不爱搁，我再有搁一个大清讲的啥物大将军的墓。有人会去拜望迄个做信仰的中心，搁伫遐集中，讲要搁反清复明，所以连骨头拢挖断。啊，咧挖骨头的时吼，台湾人遐贫富族去问讲，啊，这毋是入土为安吗？恁太搁个死人的骨头挖起来，讲无啦，啊，这拢大正迄边的人啊，吼、哦，啊，这吼爱挖捡到骨头尪仔来滴。甲送登因的故乡，唔该会当庇荫因的子孙。啊，你好像听，安尼听起来敢那有道理哦。台湾人甲即句话听落来，啊，最后台湾人说，平埔族即马做拢有啥？是大人的骨头来待一段时间，拢爱去捡骨有无？其实许大清骗，大清遐骨头挖起来，你看这对因来讲，这拢叛将啊！
靠可能对遐好，讲要扣当个百姓去平，要搁拼即个叛将个子孙，到台湾海峡拢轻轻落海去啊！啊，都讲台湾人准有遐恶个，我扣骨会当拼子孙，无影无一只吼。好，大清帝国以后，日本只要战争战败了，日本来接管台湾，所以大清个官员、军公教人员，马龙以后。拢转等于中国大清，唔是中国啦。迄阵时代叫做大清。好，换大日本帝国，1945年，美国甲签了《台湾主权无条件投降》哈。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投降了，中国军来哈，蒋介石派陈仪依据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来台湾接管台湾，代替盟军来接管台湾。嘛，甲大日本帝国迄当时1945年统计，哦，到要40万呢。日本本土派来军公教人员，包括伊个家眷，拢遣送等。所以你甲看，即个国家拢无留啥物大量的资金伫台湾。所以咱台湾没有被严重污染血统，哦，所以咱也有85%，咱来回来对低抽较严 DNA。哦，拄仔咱秘书长有讲。李玛丽教授专门咧研究台湾人的 DNA， 哎，好，伊个统计初步就是讲，咱上少85%，拢是高沙原住民族，还是平埔原住民族混血的孩子，哈。那么，当然大日本帝国又比较怕白，哇，大日本帝国拢把钱装登，哈。好，过来咱来看日本时代，就咱台湾人的户口成本。现在都有人做到这样一块一块乌，我们来看，这是日本时代所做的这个户口成本。日本时代成本有一个特色，它都用毛笔写的，这样一块一块做乌，什么原因？就是日本人做事情很认真，他要来管台湾的时候，他要好好管理，伊就爱调查台湾的各民族，哦，因的族群，包括因所用的语言一下，所以，那么大清甲咱管212栋，无甲咱做这款户口成本哦，是日本人来了，一步一开，安尼一步一步建立这个户政系统，啊，当然你若要甲解做讲歹，就是讲伊要好啊管理，哈，无唔对，啊你要刚管理，就爱了解人。是拢风俗习惯是啥，讲啥物话语，因是啥物族群。比如讲日本人若来到桃园地区，伫沿海遮平埔族，哇，即个马卡唔是马卡道，伊叫做道卡斯族。你纯也要讲客家话，因为迄阵派来遮是广东，吼，哦，有一挂客家可能移民来遮，啊，所以伊就去。为大清那边广东呀，派一挂客家人来管家，也客家人，包括一挂原住民族，诶，这个道卡斯族。结果不料，这道卡斯族，伊往那想要上进，都有外来语言，把客家话拢学起来。一代一代，哇，煞把家己的道卡斯族的语言放袂记啊。所以日本来调查的是，哎，哦，恁拢恁原地都是道卡斯族。但是你也要讲客家话，安尼伊会甲你写一个广。然后讲你佫注明你是熟番，哇！但是偏偏桃园地区，你若你要复兴乡去调查的是，哦，你要讲泰雅族语，好，哦，那么伊就甲你写你是这个生番，好，哦，要佫生番，你的语言要低嘞。伊就来写升官，啊！你平埔族的道卡斯族，我家己语言袂晓，就来写熟番。但是伊家己写，伊家己写一个广哦。啊！你莫继续讲你是广东来，唔是，伊是讲你讲广东的客家语。啊！但是你是往那番，啊！但是你平地叫做熟番，啊！你山顶的就叫做升官。我说恁岛人迄阵分番做番，佮分青佮色的哈。升官甲收官，那么你若去高屏地区还是台南调查了，哦，你拢讲
闽南话，伊就闽南话叫做福建话嘛，福建话之一，伊个写哩福，但你伫平地，你着马卡道族个，还是西拉雅族个后裔，但已经袂晓讲因原地原住民个语言啊，啊你拢讲闽南话，伊个写福，无代表你福建来啦，只是你也要讲福建话呢，诶闽南语啊，所以你莫认为讲你就是福建来的祖先，无，唔是哈。这就是国民党政府来台湾了，发现吼、哦，这拢是咱的身份证的密码呢。吼、哦，万一拢该做做掉，有惊咱知影哈、哦。好，那么咱来看去年哈、哦，二月十五，这个被要求撤销户籍住籍熟，台南市政府赐内政部管台部，台南市政府因呢市议会有通过。西拉雅哦，伫台南地区的西拉雅的后裔，拢原来是原住民族，哈、哦，啊，伊就拢是说完嘛，哈、哦，啊，但是内政部无承认啦，哈、哦，这个理由是讲日据时期的说完并非法定民族，欸、看了贵，欸，台南市政府斥内政部管太多，哈、哦，西拉雅族也批霸道，西拉雅族一直咧想要恢复因。原住民族的身份，而且中华民国内政部实际上唔敢承认，哦，因为这座是平埔族上大族八几万人啊，啊，近目前的高山这十四族的原住民族，拢总加加的无超过六十万啦，这六十万人咧分即卖中央的预算呢，吼、哦，补助的预算，啊，你若佫加八几万，即个高山原住民煞分剩三分之一，那么三分之二分哦，这个。其他亚族，安尼一定原住民族佫出来出头，一定佫出来抗议吼。但即个包括高雄市佮屏东县嘛咧响应，要甲平埔族吼，要恢复当作原住民族的吼。好，佮来咱来检讨讲，中华民国军政府来台湾，伊用对辣椒，就甲咱台湾人。起家大地，起家安尼乖乖服服帖帖，哈，好，咱来看，第一，屠杀精英，好，伊利用二二八事件，有计划，把咱台湾迄当时的三万的精英拢杀掉，迄阵蒋经国就派伊情报人来到台湾，搜查所有各地方的士绅，一挂人才的名单。用二二八事件，准甲遮个人拢掠掠台，啊，遮三万个精英吼，拢就差不多即摆遮柯文哲啦，咱秘书长啦，吼、哦，那阿扁啊，尤时坤啦，吼、哦，谢长廷，拢即款个精英拢杀掉，啊，这是日本政府开国十年做训练出来，安尼又杀死，因为你若要抗暴，一定要有人才起来领导嘛。伊甲只精英台死，因为知影讲，伊三流的中华民国要来管一流的日本台湾，足歹管的。若无甲只精英台死，伊足歹管的。好，因为只精英来讲，啊，你中国人这个，如果说的人要来管阮这高级的日本台湾人，好。第二个，你若要抗暴嘛，爱有钱啊，但是伊来就甲台湾的金融甲经济拢搞垮。金融就是，你看，用四万块钱换一块有无？以前在台湾发现，哦，台湾人家报道，糖油米盐足济，哦，因为迄阵日本的，伫这个海港的这个港口的仓库，拢糖油米盐啊囤足济，哦，迄阵迄是就是战争要用的物资嘛。中国军来了，哦，开始把这个糖油米盐拢运去中国。一半私下殴击倒卖，哦，一半支援你的国共内战安尼啦，吼、哦。所以，不过台湾人台湾出产米的鱼米之乡，说台湾人说无米好食，拢食番薯签，哦，我最近啊嘛要番薯签食足济，哈、哦。好，你来看，哦，1949年，哈、哦，这个用行政命令，哈、哦。奉令以4万元比
一元折成新台币，有无？旧的台币40000换新台币1元。你甲看咱即站，你若不住起一个，起一个5%，还是又起一个几%，大家都哀叫。这40000倍呢，惊死人！你即马向我甲你讲，厝起一倍，油起一倍，鸡卵起一倍，吼、哦，猪肉本来一斤80元，即马160元，你看台湾人一定得过刀菜刀，甘咪抗争？迄阵40000倍，迄有人迄阵卖几啊家的土地，讲要起大厝，卖了，隔工讲40000换1元了，伊煞剩会当起一条啊尔。迄人尾也自杀啦，吼、哦！伊无都家己家族啊交代，吼、哦。那么你为40000换1元，遮嘛会当看到讲中华民国无台湾的主权，安怎看？来，你既然要换新的币制啊，哦、要换新的钱啊，你都还无发行你的中华币，好、哦？你讲美国有美金吗？英国有英镑啊，对吧？啊、日本有日元啊，哦、法国有法郎，啊，你要换新币，你太无换中华币，有只你就看到讲，伊无台湾的主管，所以唔敢用中华币在台湾发行，哈、哦。好，过来，把大地主变作小地主，大地主伫当地嘛化水的跟党，要发一批人来，把政府。空间嘛会使，伊即嘛用375减租有无？用耕者有其田有无？甲大地主拢化作小地主，大地主嘛变小地主就无力啊！吼、哦！啊，中华民国来台湾敢有炸土地来？无啊！所以要分别人的土地，伊割要分割袂听。若讲即款土地改革讲外好拄外好，因家己学了家己讲好，伫台湾实施。土地改革，375减租，耕者有其田，有无？我讲到庄稼，你割别人的土地，你分落人，分落佃农，当然大部分佃农给你感谢无唔对啊。但是伊就是用这波把大地主变小地主，无伊他唔去中国，因迄阵早期伊他唔去中国大地主嘛，作者伊他唔在中国实施375减租，还是耕者有其田。啊！你看看，敢即双无精英领导，无钱，地方的条仔吼，简单讲，这条仔嘛无去啊，安尼要安怎抗暴？即三招，咱就差不多台湾人就重伤啊，吼，都无得通去抗议啊。过来，台北市的这精英用白色恐怖甲你恐吓，哦，你袂使讲唔对话，讲唔对话，不止就暗街就掠走啊，就判刑。哦，叫做白色恐怖，所以这個白色恐怖一直到今嘛还阁有哦。咱虽然撤销警备总司令部啊，但是咱每一个人的心内拢还有一个小警总，拢咧不时就说出来，给你警告。即句话莫讲哦，讲出来可能会出代志，会来关哦。咱家己就会自我限缩，我们讲话言论自由的那个自由度，你会家己自我限缩。故话莫讲啊，国民党会受气哦，莫掠去关哦，对不？这个白色恐怖的阴影还搁伫咱台湾人的心内，包括中国人咧做教育，伊拢教咱爱尊师重道。老师讲的敢那圣经，老师讲的拢正确的，你袂使怀疑，你袂使不是举手。老师，我有问题，啊，你就变做问题学生，你就要即个。老师给你点油做记哦，啊，这坏学生，台湾给你糟蹋个好你吼，你本来有足大的这个创意啊，哈，拢要限制掉了。啊，这就是咱伫儒家思想的东方这的人，像那东方，包括因中国人口，即马讲14亿，像那因太不摕诺贝尔奖摕足少，啊，较摕就是啥物？和平奖、文学奖，无啥物科学诶奖项，比如医学，还是物理、化学，这方面足少诶，会使讲无啦，因无摕着。东方拄仔敢若出一个日本，
日本啊摕十一块，日本就是有明治维新，伊脱亚入欧，中国这下歹吼，歹恶啊，去学欧洲啊，所以吼，会使讲伫中国系统吼。中国系统教落来，拢教育拢在来限制你的思想，包括咱咧考试，拢甲你考填充题有无？伊若标准答案是三字的，你就爱写三字；四字你来写四字，加字你减字拢唔对。造成咱台湾人拢读标准教科书、标准答案，拢咧等顶官下命令标准答案，无要你有独立思考。跳脱他的框架，好、哦，而且像以色列，伊人口还有八百万，伊人口占迄个那犹太裔啦吼，占全世界差不多0.3%，但是伊摕到这个诺贝尔奖，摕到20%，八百万的人刚摕。20%的这个诺贝尔奖，啊，中国呢，14亿，占全世界人口20%，倒变，摕无几块。以色列因个国家的教育是啥？囡仔自细汉，伊就要学校读册。读册回来，老师大人问讲：“你读到有快乐无？有好耍无？你有问老师问题无？问老师问题，这确实因以色列教育成功的所在。个人囡仔有问题拢问老师，你若家己无法度解决的问题，你拢去问老师。所以问老师提问题，这足正常。”啊、老师嘛，迄个北人因知影讲，这囡仔就是袂晓，唔知影伊开来问老师。啊，你尽量爱搞问我倒，我较知影讲啊，我老师是哪里哪个地方不足，我爱去加强一步来研究。叫做教学相长，教的人甲学的人拢会成长，因为伊讲北人，唔是中国文化讲尊师重道，你太会使搞问我倒。最近又干了，所以以色列因个囡仔安尼伫这个环境长大，自然伊足个问问题，嘛足个解决问题。比如讲，伊无法度解决，伊就赶紧问老师，还是佫较捌个人。所以因以色列咧进步足紧个，所以以色列科技足发达个，包括你啊看，咱个电脑内底晶片，哦，看到英特尔哈，英特尔所做个这 CPU 哦。伊设计拢是以色列设计，吼、哦，为286、386、486奔腾安尼一直起来，大部分拢伫以色列设计好，卡送去美国硅谷遐制造出来。所以以色列真正这个国家足不得了，吼、哦，值得咱去学习。尤其另外伊这个国家较小，本身无出啥物石油能源，嘛欠水个国家，沙漠国家。啊！伊农业足发达个啊！伊会当伫沙漠种土马豆、种红龙果、种足侪蔬果。啊！伊欠水呢，农业要用很多水啊。但是伊有栽条用海水淡化技术，伊欠水，伊用海水淡化技术，所以海水淡化技术是世界第一名。伊安尼克服缺水，能够生产伊家己诶粮食自给率。佮有能力外销，啊！伊边啊一两亿个回教阿拉伯国家，想要佮消灭，堪伊烧尽建六七摆，毋捌见尔。
所以以色列大概拢赢，因为伊知影伊袂堪你一届失败，伊若有一届失败，伊就灭国啊。所以你看有厉害无？一个人口无到一千万哈，七八百万的一个以色列，会当伫一两亿个阿拉伯或者国家生存落来哈。过来用敌心反转、生人错乱的译名叫，就那敌心反转，咱比如都要讲的，咱看中华民国是敌对国家，但是1945年10月25日来到台湾，伫公会堂，就是即卖因所谓台北中山堂，办一个投降典礼，迄是投降典礼了，唔是主权移交的典礼啊，伊甲恁骗讲，啊。所有的台湾人都回归祖国的怀抱。咱本来跟中国人是咧修建敌对啊，啊，咱迄阵战败，日本天皇全部战败，所以咱迄阵台湾人足欢乐的，足悲秋的。我说，啊，他战败，啊，胜利军中国军来，唔知安怎甲咱处罚，来甲咱讲，啊，我们都回归祖国的怀抱。台湾人用偏拢准跳过来做中国人，大部分人不爱做战败国嘛。诶，人民，所以又骗你，拢变作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安尼用骗你啊！啊，接着咱的敌心反转，咱本来堪咪修正的，咱主要说堪咪徛江边，过来生人错乱，咱的心乱了。咱是日本国的台湾人，咱主要说变中国的台湾人啊！哇，我这就是愚民教育哈！过来假民主选举。这民主选举是咧选给美国人看，美国人要求，蒋介石讲你爱开放选举啊，吼、哦，啊，结果这选举拢选假，啊呐，起跑点不一样。中国人有东站，有媒体，即所有的不论是电子媒体也好，还是这个报纸，遐主管拢是中国人。遐内底经理级别拢中国人，编辑拢中国人。啊，咱台湾人跟他做记者，啊出去采访，啊也卡麦拉出去翕，翕上来无论是影片还是文字稿，爱上我中国人的主管审核。哦，啊这个报咧对我国民党，无好呢，名声歹，修改还是当本子啦。啊，我这篇报咧哦，对台湾歹，对民进党歹，啊报较大片呢，伊个。媒体解释权、选择权拢伫手里，所以报纸人咧报台湾歹较济，好诶拢报中国这边好，吼、哦。所以选举哩，诶，这个选举的主导议题的权利，拢迄阵早期拢由中国国民党摕。啊，过来有钱通啊买票，要买票买到讲分两组。一个电影的里长跳啊卡，钱摕咧，发钱给你，哦，你到几票？有三个人，有3000，有买到2000，有6000给你。你钱摕到迄个开始，另外迄个乌队配合乌队穿大衣，选举拢头官呢，拢穿大衣，内底唱几声啥？唱几声新名？因为你若钱收落，伊就献给你看。新民有看到，妈祖有看到，关公有看到。你看，连神明都被绑架，阿哩，我票爱打出来，无新民看到，甲你处罚咯。台湾人佫做个牙香对白，乌白白，听到新民的处罚，票都倒倒出来。你看，这当然都是假民主选举嘛。刚刚咧走100公尺，国民党伫50公尺开始走，啊，日军呢为。起跑点开始，要太弱个呀！吼，所以这六招咱都别压得服服帖帖啊！哈，嗯，过来来看，这有做者外来植物哈，是从荷兰时代就引入来哈。所以，咱来看这些植物，这是啥？番石榴哈。过来，番茄，啊，你会记的，啊，外来哈，来清一阵，那称外来的东西拢会加一粒番啊，所以番石榴
番茄，啊，这叫做番仔姜。咱台湾姜拢伫土卡有无？啊，这外来这生伫半空中的叫做番仔姜，番仔咧食，外国番咧食。迄阵外来物件，包括外国来，若讲番，红迄个荷兰人或者红毛番有无？因荷兰人头毛红红，叫做红毛番。好来，番薯、番薯，啊这番麦，啊、哦，玉蜀黍番麦，啊哥，番仔花，哦，一种番仔咧用的物件，番仔咧食的物件。啊，佮有阿门头吧？较早我听无啥叫做阿门头呢。啊，尾仔才知影讲，哦，原来是荷兰人迄阵就引进来台湾咧用的土，阿毛番咧用的土叫做阿毛土，安知无？水泥啦，水泥啊，安知无？啊，介奇怪吼！大清咧讲，呐，为国外外口入来拢爱加一个番。啊，结果1949年走路来台湾遐中国军有啊，啊，咱咧做兵的时，遐士官、老士官长啦，进袂去，咱拢个叫老乌啊，对无？其实唔对啦，因爱个叫，照讲因吼，因爱叫番薯啊，因是番嘛，因外来的嘛，啊，台湾人佫家己自称家己是番薯啊，佫看不赢嘛，因为。那闽南语那看不音就是轻视的味道，较细的味道，因为车较大只无，啊那车较大车较细只呀，好无？咱若讲拖拉机，拖拉机拢咱嘛拢知影足大只，无人咧讲拖拉机啊，无人咧安尼讲嘛吼。啊，咱家己自我贬低讲咱是番薯啊，啊因就乌啊。唔对啦，咱是乌仔是在地，咱本身台湾原生原种的出产的，所以咱爱叫做咱是乌，因叫做番薯啊，安知无？啊，就拢咱偏偏咧，比如有诶咱咧讲客家人，啊有诶人咧讲客人啊，看不赢，无安尼，啊有诶人唔讲啊，啊偏薄啊。啊，拢卖看袂，啊，就编无作个得啊。啊，咱其实咱拢全编无作个嘛，啊，就卖咧看袂，家己编无作个人，佮你骂人讲，啊，你都编薄啊，唔对啦吼。哎，国家民族之错误认同啊，咱来看，错啊！中华民动作我，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咱就是直接做一个人，直接他个乱去啊。啊，有只那较实在啦。你讲啊，咱台湾，咱中国人，我讲你咧中国人，我还无咧跟你讲。嗯，咱唔是，咱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我拢甲讲笑讲，啊，你是人嘛，是狗啦，对不？好，啊，咱以2008年陈云林哦来台湾做咧，迄阵马英九拄啊选着哈，5月9日10月就聘请。陈云林来台湾，啊，迄阵马英九下令，为桃园机场到台北，沿路袂使有出现中华民国旗啊，所以派中华民国警察出去沿路咧搜查，然后中华民国旗啊、车轮旗拢收起，甚至跟民众抢旗啊，啊，就当个弹不住啦。啊，民进党是头个歹，当中华民国都不爱因个中华民国旗啊，民进党甲中华民国的国旗。我咧电，咧捍卫中华民国，你看是毋是国民党教育成功？人因中国人无爱中国旗，咱台湾人伫咧电旗啊咧用看，我要互陈云林看。阮是中华民国，我毋是恁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个头壳歹去吼，来啊！台北市五星旗爷爷杯，马英九派中华民国警察咧甲保，惊咱日军咧。哦，也是民进党去甲抢五星旗来甲搞破啦，也是甲放火烧。或者马英九因老大哥胡锦涛的旗啊，哪会使？吼，对，无礼貌。好，过来咱看2012年伦敦办奥运会，这本来只有
中华民国青年旗，吼，伦敦奥运会挂起的。阿强啊，抗议，讲你太无用奥运会的模式，爱挂五环旗，较对，你太来挂一支青年旗。啊，伦敦奥运会自知理亏吼，所以赶紧甲拔了。啊，戆台湾人搁住咧捍卫中华民国有无？迄个国民党搞个成功，甚至电音三太子吼。哦讲咧爱台湾，三太子嘛伫伦敦奥运会咧发中华民国国旗，好无？啊，即个少年人哦，欢喜甲，就是讲伊足爱国诶，但是爱错了，认错做老爸，好无？讲你如果不知道自己我是谁，就会造成这个现象。啊，咱咧连抓，咱顶礼拜拄啊满四年，直接开班，哦，后壁这两年他拢无休困，哈、哦。逐礼拜五，结果安尼发发个，你嘛有较有效哈。今年哦，算旧年啦，还佫六月二五，中国的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台，哎、欸，就无看到中国旗啊，哈，啊嘛无看到这个青年旗哈。佮咱来看，国家认同错误的始作俑者是谁？就是1999年。五月七号，中华民国的民进党，迄阵阿扁也要选2000年的这个总统嘛，吼，李鸿总统。啊，伊为着要摕中间选民的票，所以改党章啊，有一个民进党台湾前途结文，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啊，这拄啊看好像没什么，但你要深深了解，你讲哦，代志大条哦。连阿扁啊，这法律的专家哦，家己出卖台湾唔知影呢。吼、哦，你若要卖台湾，无你嘛卖一个较好的介绍，卖卖咧，咱台湾人有通啊分，无卖用送的。你看，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为中华民国，等于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安尼，你看，直接用送的呢，有吃力无？这足严重的代志呢。吼、哦，过来。2011年十月七日，蔡英文代表民进党选中华民国的总统时，伊伫高雄市的罗岗讲，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这是毋是安尼用上？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已经毋是外来政权。李登辉阁要讲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换伊讲毋是，这已经是咱台湾的政府啊！你看有食力无？啊，这两个拢做。过中华民国民进党的党主席呢，这拢算民进党内底上关键的头人呢。啊，因都头脑不清楚，何况咱一般的百姓。啊，你看有吃力无？好，李登辉讲中华民国在台湾，你有这句话还可以看到，中华民国本来不是在台湾，伊是别个所在，啊，即马刷来在台湾。还可以看到流亡的痕迹，但是因这两个陈水扁甲蔡英文拢用上的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连卖都没卖，直接用送的哈。那么恁请问，所谓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哈，那么台湾独立纪念日是对一天，起码美国独立有独立纪念日啊，哈，就是七月七日啊。啊，咱他无咧纪念台湾独立纪念日对一天，无啊。过来，请问，那么咱台湾要为对一个母国独立出来，你讲是独立的国家，你一定是堪较早有一个母国联合会，即马拆开独立出来。美国较早是堪英国联合会，美国独立战争，甲英国打败，就独立出来拆开。你母国是对一个，你讲不清楚啊。真多人讲，我要从中华民国独立出来。中华民国跟台湾抓头抓尾拢无伊个名。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1951年的九月七八日，旧金山咧签的时，中华民国无参加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无参加呢，因两个拢无去个邀请去签名呢，签字呢，抓头抓尾无名，包括。旧金山合约伫隔年1952年四月二日先后迄日讲，卡伫美国的强力主导之下，要求日本政府爱跟中华民国签，头拄我讲的
台北合约，台北合约嘛无写讲，甲台湾的主权移转予中华民国，所以到即嘛，中华民国较讲着讲开罗宣言，开罗宣言是一个政治主张，而且三个国家拢无签字，丘吉尔袂瘾签嘛，罗斯福嘛无签嘛，连迄个斯大林嘛，连参加都无来，吼、哦，啊所以其实开罗会议吼，这是美国一个计谋啊。就是迄阵美国发现讲，哦，日本安尼甲中国半壁江山，规个沿海拢新闻拢占起来，甲蒋介石关到秘伫个四川重庆的雾都秘伫遐，而且蒋介石事后派人去跟日本的伫中国的这个总司令吼，咧私下派秘书咧谈判，讲好啦好啦，咱卖阁战啦吼，和谈啦，啊，都互你占迄一半你的啦。剩的我的安尼啦，卖阁战啦。但是美国的情报知影讲有这个代志，所以因定一个战略讲，请啊，我请你蒋介石来开罗，咱来开会哈。啊，我给你选择你有哪四大、五大强国的领袖。啊，你知道中国人爱民主嘛？哦，我有哪五大强国之一的领袖。啊，我给你美元，给你钱。予你美国的装，迄、那个装备，吼、哦，予你，你爱继续抗日，吼、哦，啊，你来开罗开会，战后，甲日本拍败了，我甲台湾朋友向你中华民国，哦，蒋介石爽眼咯，吼、哦，对不？啊，所以中着罗斯福的计啦，真正着去开会，吼、哦，爽歪歪，但是丘吉尔无欢喜啊，因为足看袂起。蒋介石的，好，这土包子一个，哈、哦，伊是读伫日本读士官学校，一日讲西北呢，哦，啥物等于中国就变大将军啊，大元帅，哦、所以开罗宣言，迄、那个位阶是上低，哈、哦，好，过来，咱来拆穿中国人的文字把戏啦，哈、哦，你看因的国共。内战迄阵的文宣哈、啊，来做一个。迄阵国共内战，蒋介石怕输啊，一直撤退，一直撤退。啊，建书哦，但是因呢，中华民国迄个党报哈、哦，中央日报嘛，咧报告敢那建尔，啊，咱来看。伊讲，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建白要撤退，伊就唔讲撤退，撤退一定是反个方向。伊讲伊是转个方向前进安尼，好无？啊，佫一日千里呢，嚯、哦，速度偌紧，走敢那飞呢？阿强啊，佫追赶不及，啊，听起来敢那，哦，足神勇诶。其实呐，用闽南语解做“死的”，叫做“怕输遭赢”，对无？三十五省甲讲三十五斤八个公里，输甲剩一斤。走来台湾这间，台湾这间阁毋是你中国个，是日本天皇个。走来别人个国家个国土，迄就是灭亡了嘛，毋知叫做流亡政府哈。嘛讲个爽个欢喜个吼。那么中华民国呐，看台湾伫名号上、伫媒体上的运用，头拄我讲个，那何康个拢用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以布吉纳法索建交，啊，用中文没有没有，啊那中华民国与甘比亚断交，伊袂用中华民国，用台湾与甘比亚断交，派康就用台湾的名，哦，这只是媒体的运用哈、啊。那么咱来改正咱一寡错误的言辞的内了哈。第一，咱常咧讲外省人拢讲到人人上口哦，食外省面有无？啊，即句毋对，变哪改？有人知影无？台湾你甲分啦，两种人啦，一个叫做本土台湾人，就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台湾迄一天，迄阵外国军队拢还袂入来台湾。迄阵仔，咱四大人，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包括所生传落来后代，
拢总叫做本土台湾人。剩的呢，剩的简单一句话叫做外国人。啊、哦，外国人就包括美国人啦、啊、中国人，所以这个所谓的台湾无外省人，因为你若讲伊外省，咱叫做本省，咱就是变做中国的一省，啊，这就唔对呀。好、哦，所以因叫做中国人。好、哦，这真好分。好，过来，专省唔对。咱常咧听电台讲，专省药房拢有得卖，有无？专省拢有服务站咧，甲你服务，有无？咱若讲专省嘛，讲到足习惯。你若讲专省，咱就是中国的一省，哦，咱唔是。所以专省唔对，要安怎改？有人会讲全国，对无？嘛唔对，台湾唔是国家，啊，总台湾全都可以，没有错。爱讲全台湾呐，安尼就了解哈。好，过来讲大陆唔对，爱改啥？中国嘿，无唔对。如果你呐有一个美国朋友，外国朋友，你甲讲，我后礼拜要去大陆佚佗一礼拜。哦，这个外国人，你的朋友就读个听着，啊，你唔来买对？那因外国人的熟客就，所谓的大陆有六个呢：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欧洲大陆、非洲大陆，搁一个澳洲大陆，搁一个亚洲大陆。啊，你是要对？哪一个大陆佚佗，对不对？所以大陆唔对，爱讲你若直接讲我后礼拜要去中国佚佗，安就足清楚啊，吼、哦，就免多要讲你是要哪一个大陆。好，第四个，哦、我咱嘛常咧讲哦，升德，好不好？啊，我咧常咧笑，台青有够憨蛮咧，管台湾212栋，无在条为家人开一条。公路开到屏东，中若拄到大客，人拢等在等在，而且拢细条路啊，无车路安尼尔。日本来台湾11栋，吼、哦，1905年，吼、哦，就为家人开路，开一条开到屏东，沿路铺桥造路，干那到这个西里大桥吼、哦，要咧拍桥墩。哦，迄、那个溪开太大条了，但是有一般的便桥、哦、便道嘛是会通安尼啦，吼、哦，只是呐雾气就无法度通安尼，吼、哦，所以讲省道唔对，你若讲省道，咱就去中国一省啊，吼、哦，你讲专省嘛是中国一省，啊省道唔对要改啥？应该无解困难的，无人会晓讲。哎，对啦，即对者讲，亚洲啊，啊你佚佗状况怎样？有学者拢讲，我纵观南北有，就是讲，为北到南我拢会准的，所以拢讲我佚佗状况怎样，就是挂大尾的吼，无唔对啦，纵观怎样无唔对，啊，那较精确讲台一线，台湾第一条。纵贯南北的道路是日本人哈，1945年，唔系1905年，哈，还要完成哈，叫做台线。那么我迄阵，啊，读国考12年，阮斜对面的邻居哈，有一台奥多拜哈，啊，我看不是拢咧灌水，哎，我冇，嗯，啊，你即只食水哦。对啊，我这食水就会走啊，搞骗啦！其实迄阵伊个日本进口的原因吼，奥多拜吼，伊是水冷式的，爱像咱即摆汽车爱加水落去散热无？爱气冷式的效果也无好，迄阵用铁啊，啊无可能阿鲁米要贵个款，所以唔是用阿鲁米做原因，散热较歹，所以爱用水入去循环，搞骗啦！所以如果你呐，伫这台线，你的车伫阿咧驶吼，啊，你用那加水会走的吼，安尼你就会当讲省道，我就无意见，啊，安尼吼，好吧。过来，偷渡客唔对，安怎改？啊，
对啦，偷渡是一个犯罪嫌疑的行为嘛。如果偷渡客即句话来准哦，逻辑那对啦吼，安尼连讲不用，等下咱到门拍开啊，发现小偷白护照，我咱看到，你还甲讲小偷客你好，啊冰箱有两个，你有开开只无？那些逻辑哪只个会通对不？那么实际上因为。因为用作偷渡客，都、就是伫台湾即个收海防的啦，哦，即海关的吼，也是警察的即个主管吼，拢中国人，啊，副主管就较台湾人，所以伫二三十年前，台湾钱用卡巴，中国遐要作路，所以因迄阵作者为福建。经过平潭岛，这一船啊偷渡来台湾的，这查某要来这打工赚钱，在这个新竹南寮渔港偷渡起来，啊，有的去屏东那边东港放寮偷渡起来，那迄个海防的抓到，伊拢讲哦，那记者一采访讲，我们要抓到多少偷渡客，然后用迄个客，啊，这在阮故乡遐来的啊。阮中国遐亲情来收吹啊，都人客啊，用即句话叫偷渡客，其实是偷渡犯啦。哦，迄心态无同款，因拢会官官相护嘛。哦，要保护因，你若讲偷渡犯歹听啊，迄阮中国来亲情个讲犯人啊、哦。好嘞，咱定讲啊，即嘛民国几年？啊，你几年厝个？你民国几年生？啊，即句唔对啦，爱改啥？哎呀，私人啦，即马足少国家还搁咧用，无咧用私人的，大部分98%拢都要用私人的哦。啊，民国要甲换做私人，你甲加十亿就对啊。比如讲，民国50年生，你若换成私人，加十亿，1961，哎，安尼清楚啦吼。哇，超贵啊，歹势。台村你也无甲我饲凉者，啊就安尼，我先讲到这，好，明仔咱继续啊，好，谢谢。